中小姐王秀荣，查某囝拄升小学四年的时，看中学，逐工拖一骹册包去学校读册。伊讲，安尼会较无拍册包的艰苦，阁会当甲人无共，看起来歹人。小学拄过一半，规一年啊，拍到四年的册包，阁安怎惜物嘛通换？就甲阮参详学个卖新个，有忍耐，互你行个脚步。伊佫知影父母个心理，讲若换册包，会佫较认真读册。一声无予伊话嘛，讲袂得过。阮就趁叫困日，带伊去找去捡一粒册包，予伊呾遮尔啊欢喜，甲沉志气，感觉真趣味。下顿来到厝，伊把旧册包的读册物仔放过新册包内底，款好，阁是用机场行李放同共款，家己去房仔放放咧，化妆过关。过两工透早，买人约着册，食早餐的时，目睭阁一直咧想伊的新册包，看起来实在有够古锥。伊早餐的糜青菜白白咧。